哇！骑马干。 好，攞方天画戟啊！吉来一次个炸死你班大镬啦！砰，冇事啊？点解？哇！围住我嚟嚼，打靶仔！吉来玩完啦你！最戆居系你摆啲方天画戟喺度俾我用啊，傻仔！ 哇！死仔包啊！打靶仔，方天画戟得我用噶咋？黐筋！光！哇！好危险啊！ 阿修罗闪屋，打跑战术，吉来爆啦，插爆，翻几只啊，顶住啊，似孖筋。 光天化戟啊！好鬼难玩喎、啊，黐线咩嘴，走住咩跑住嚟，俾人围嘢仲唔咁样一只一只打咩，实死啊！ 我而家谂一个新嘅方法嚟打，咩跑都咁。 揸车冲入嚟炸，睇下咯。不过佢其实你部车唔系可以冲到好入，我印象中佢有啲铁喺度围住。嗱、啊，你见唔见有啲嘢围住？炸一栋门，你部车系冲唔到入去，但系走佬方便啲咯。打唔赢你都冲翻出嚟，喺呢度都得嘅。 哦，食屎仔，好鬼黑人憎，呀，攞兵器食方天画戟啦，好，死喊惊佬，弱屎啊！ 再喊惊啊！佢哋冇人喺度帮佢打气嘅屎又好多，我而家已经可以，就算你十条友嚟同我只抽我都唔怕。好，光光，咩啊咩啊，呀，仔啊，少。 笑啊！方天画戟，好，弱死啊！呀呀，又似啊！哇，你个贱人，咁中意玩嘢啊？食啦！ 哇！黐线啊！呀！想打中我？玩完啦你！呀！我真夹爆你个头，搞前脚！我都。 我真系愤怒嘅状态啦，光
同你班友玩啊！棒棒，咦呀得，我咋，我咋打得？我哋已经歼灭咗佢啊！哇，劲极度辛苦，哇，仲有黐筋啊！戆居啊！低能啊！你又似一时退却，咁样玩落去实死啊！我舅哥过嚟啊，搵你饮水咩啊？五句啊，出嚟攞一只抽啊！我攞紧方天画戟呢个古古画画，好。喂啊！你班畜生，崩！垃圾！火烧连环船呢啲就系用计嘅蠢材，还拖！哇！咦啊！哇！嗌嗌！食流星锤啊！咣咣！哇！黐孖筋，弱屎弱屎啊！黐孖筋，呀拜！食啊！插落去。又似你啊！弱屎啊！玩完啊你！哇！哇！我都扣血，争啲我都死埋，黐孖筋。点解好似仲听到声？唔系仲有啊？啊！低能啊！戆居。一时退却，喂，源源不绝喎、啊，大佬，点玩啊，大佬啊！一翻嚟又咁样，哇！咩啊？第四波点打啊？有可能咩？我啱听到啲声已经唔对路，我以为系剩翻边啲喊惊佬叫啊！黐线，点玩有乜可能啊？仲有一堆无限，好、哦，又似你啊！而家仲有沙尘暴添啊！你喺出面又等死，我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，大佬。黐孖筋，算咩英雄好汉啊？够姜出嚟出啊！哇！掉石头。我蛊惑到不得了，唔系咁样抌中啊！狗姜出嚟啊！选咩英雄好啊？哇！沙尘暴 saving， 我黐线，咁我更加冇可能将佢由佢哋系咪会俾佢哋系咪唔会俾沙整死嘅？啊！有冇人知道？有冇人玩过？等喺度等吹死嗰啲有兵法，而家已经。时间差唔多喎，点做啊？你觉得吓？睇住佢哋吹死，佢哋好似完全冇事喎。世纪末救世主，嘟嘟嘟 ，You are so， 哎呀，我受了个我真的苦了 ，You are so， 我一定受了个我真的苦了。我买到卡特里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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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佢哋完全冇事喎，咁点玩啊？得得得得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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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戏咧，高戏系佢哋唔会俾人吹死嘅，入边成堆友。入面好难喎，呢度我而家子弹，我残弹系零，我想射都唔得。
哇，系嗰条友啊，嗰条友。哇，佢哋啊，仲喺度抌紧石头。我预计咧，如果我一阵捐嗰、那个一捐嗰条路，即刻俾一个石头车落头，即死。黐线！我啱啱就错在俾佢掉石头，话部车又扣晕佢。我点又唔会啊？大家斗长命，我仲有一发子弹，吓系咪有一发啊？有一发我都觉得好难玩，就算你讲嘅有一发，你就我沙尘暴又我又唔够胆行，吓、啊！一听日再继续开个车过去呢个位置用 sniper， 跟住喺呢个罅缝度掹两箭，吓、啊！都有道理，你呢个做法，呢个兵法系几好，呢个计策。但系要等嗰啲咩咯？但系唔知道等几耐啊？一日读埋篇文算啦，用下盘喺呢度钉啊，读咗文先啦，系唔知道等几耐。咁呢篇文咧就由一位叫做阿凤啊，姓冯嘅兄弟写嘅潮文。佢话呢个咧系一个同韩星玩地下情嘅真人故事。系咁嘅，我系一个平凡嘅男仔，见嗰啲韩星经理人个个啊廿几岁，心谂咦，我都去试下喎。因为咧我本身识少少韩文，最重要咧可以识到女神 B B， 哇！斋谂咧都爽到嗨嗨啦～一个月后，我去了一间叫 SM 的娱乐公司见工，详情不多讲了，总之系请了我。起初咧以为有得咧拣啦，去女神 B B 嗰团，但公司派了我去一个新女团 Red X X 度做佢哋经理人。哦，咁好咯，咪做住先咯。起初咧对佢哋真系零兴趣嘅，心谂咪系普通女星。如是者咧就做咗几个月噶啦。期间我发现咧队长 Iwin 真系好飘啊，好 true。对细过佢嘅人好好啊，包括我啊，成个妈妈咁，我开始咧对佢有兴趣，慢慢咧咁就爱上咗佢啦。而我对佢咧都特别好，成日关心佢。之后咧到我生日啦，佢俾个惊喜我，偷偷锡咗我块面一啖，我当堂红到面晒。佢同我唱咗首告白颂，跟手咧怕丑咁讲，黐孖筋，跟手咧就即系同我即系拍。怕丑咁同我讲啦，撒冷气，我即刻揽住佢讲，我都中意你好耐啊！跟住咧，我哋就偷偷咁拍拖一个月啦，我都当正佢，我都当正佢系我老婆。佢真系好贤良淑德噶，我都谂住咧同佢过人世噶啦。之后咧，我就大胆咁咧约佢去宵夜食啦，谂住求婚。就喺 BBQ 当日，我求婚成功，但 BBQ 咧又等于完呢个定律咧，就系咁啊，我就醒咗啦，继续我嘅人生，心里不禁感叹：，嗨，好心廿几岁咪咁多幻想啦，系嘛，系嘛，黐线！我哋听日再玩啦，好嘛，都有排啦，反正都挂老陈吓，听日再嚟啦，都夜啦。系啊，而家睇下睇下睇睇个环境就算数啦，睇下有冇咩计啦。你哋啱啱话应该一开头泊部车喺呢度，睇下系咪可以做到。跟住有啲人话用下盘无限喺个钉引到啲友喺嗰度，之后系咁勾死佢，勾魂夺命追魂勾。啱啱篇文好好笑啊，几好笑啊！你唔觉？我撒冷气，点解好似仲哇嗰啲火声？我啱啱以为系哇，黐线放晒烟花 ，coma。哦，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你系咪有机会咧？得。好啦，俾你用下，应该做唔到啦。即系你哋个妙计，
恐怕冇可能成功。得啦，佢好醒嘅。我试下行过去呢啲火度睇下佢咩吓。哇！笑得咁干脆。哇！白痴！点解烧部车烧一下就爆？呢啲又烧咁耐，今日差唔多啦。我哋听日再睇下点样破呢、這个集中营。系咁先。Yeah!